葡萄牙久违的新疆炒米粉来了，加了鸡排还有荷包蛋，还是熟悉的颜色。这鸡排长得好规矩，里面有爆浆芝士，辣得我眼泪都要飙出来了。眼眶已经红了，这煎蛋很优秀哦。每次觉得自己吃辣的能力变强了，一吃新疆炒米粉又被打回了原形。这种粉它是属于非常 Q 弹的那种，滑溜溜的，有点像是桂林米粉，我不知道正不正宗，你们那边的新疆炒米粉是怎么样的呀？昨天追完了电视剧《夏话》，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？感觉后面的剧情比前面要明显快很多，好像突然就大结局了那种感觉。比较粗的这种有点像是桂林米粉，好滑溜。线看起来还可以，
他们家是我一直在回购的品牌，基本上没有什么踩雷的，在素食界也算是种类很齐全了。芝士丸，感觉湿粉会比干粉更 Q 弹爽滑一点，这种炒出来的螺蛳粉会比带汤的更入味，适合我这种重口味的人。我比较喜欢这种带点汤汁的炒螺蛳粉，吃起来就没有那么干，你们真的可以去试一下，我觉得很不错。臭豆腐，臭豆腐在螺蛳粉面前都变得不臭了。